乘快车告别了昨天，是怎样的未来呢？都不怕了，这一刻我不安却自由了。别想我想太多，现实太冷漠，朋友车身推着我向前，身擦去了一滴不肯流的泪。我不是不回头，是不想说。你不是不回头，不要骗我。在你邀请的背后，答案是什么？我不是不回头，是不想说，我不是不回头，我拼得过，穿上我的勇敢，受了伤那又怎样的？我不是不回头，不要骗我，在你邀请的背后，答案是什么？我不是不回头，是不想说。怎样？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邱君。大家可能应该对我蛮陌生的，有吗？什么森林之晚？好，刚刚那首歌呢，是我比完赛的第一首单曲。对啊，大家知道我是比森林之王出来的，对，只是现在变得比较不一样而已。对，就是减肥，因为之前不好看。哎，好，妹妹理我。好，好，我刚那首歌呢，那首歌叫做《不是不会痛》，然后那首歌是要写给在外的青年，对，渝北的青年，不一定是要渝北的，就是在外的青年，然后希望这首歌呢，能够给他们力量。然后同时也为自己加油的这种意思，大家喜欢吗？刚才那首歌，微微会很冷漠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？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剧叫做？我还没有讲那个《八尺门的辩护人》，大家有看吗？对，然后我有帮这部剧呢唱一首插曲，叫做《随波逐流》。
真的看过吗？真的，哦，真的，那我可以喝水吗？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啊？什么事？没有，不行啊，不一样的风格，我们难过的歌都这样傻，没有，不行。接下来呢，这首歌呢，可能会需要借助大家的声音 ，OK 吗？带来这首《随波逐流》送给大家，谢谢。那深情的月，朦胧徘徊的夜，映照在遥远理想的街，可有阴晴圆缺，就随风而走，随波逐流，人海中转瞬即逝的泡沫。哦，这样的我一无所求，人不再漂流，咿呀下风之间，又是谁的伤悲？就随风而走，随波逐流，人海中转瞬即逝的泡沫。哦，这样的我一无所求，有些我在乱聊天啊，大家看得到我吗？看到，我们掌声给灯光好不好？乱掌声，乱掌声。好，
接下来呢，这首歌可能你需要跑动一下，你可以，我应该干嘛？这个是哪里？我这里啊，那边吗？好，大家有没有看过？没有，我今天练腿，我没忘掉。我可以脱掉吗 ？OK。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？会，大家有没有看过《海角七号》？大家有没有听过一首歌，叫做《无乐不作》？OK 吧？待会需要大家的声音 ，OK 吗？无乐不作送给大家，谢谢。夏天的热，唱一条幸福的河，像吞吞大象的蛇，不自量力出真的有可不可。我想写歌，耳朵里欢迎我的，但天是空的，我要为你让你疯狂，让全世界知道。秀君，哦，好高哦！啊，没有没有。